好了，还是放歌好了。怎么没有了？哦，有了有了。对，要热敷，但我都是用那个，我都用那个蒸汽眼罩，不要一直拉眼角。不是。左眼，你们看是左眼吗？这个是我的右边啊，这个是右边啊。哎，好的，看起来很憔悴，有吗？是因为长真眼的关系吗？我长真眼了、啊。我在开直播跟大家讲我长真眼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念信喽。你们看是左边是吗？好吧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今天直播比较紧张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眼睛很肿的关系，可能是那个吧，有镜像反过来吧，因为我这是我是右眼。右眼在转，好，等一下、喔，有人问问题说素颜，没错，先回答这个，滑板玩的怎样？还只是很初学，就还在，就是比较最近比较可以正常的滑行。就是可以滑比较远、比较快一点这样，但是跳舞还在练，就是好难哦！天哪！把方位当成库玛，我等一下会念到你的信哎，我刚看到有一个上面大大的写这个 from 库玛，应该是你的吧？好。那我要念喽，小智你好，因为那一天的拍摄出现了我的母校永春高中。因为小智的直播上周的分享有好多的故事，很多故事都有好多重量，所以决定写下自己高中三年。希望我开心的高中生活也可以给一起看直播的朋友们一起开心。哎，真的觉得眼睛肿，看起来。好，这只是开头啦，小智你可以看过就好啊。我已经念完了。关于整人还有疯狂大冒险，高中时我们班非常热爱大冒险的游戏，热爱各种奇怪的处罚，包括基本的去麦当劳点卤肉饭大碗，或是站在路边和路人说再见。有一天我们补习班下课路上又开始这个游戏，当时经过星光三月门口。有石狮子那边，于是那场游戏的要求是去和石狮子抢球，并大声的和石狮子说：“为什么你为什么抢我的球？把球还给我！”现在想起来，只觉得当时的我们也太不怕丢脸了。然后这个处罚成了回忆的第一名。后来大冒险玩腻后，我们变成专注的在同学生日的时候互整。有一次的生日，因为我非常害怕蟑螂，班上的好朋友就买了一堆假蟑螂，放在书包、抽屉还有柜子，四处都有。然后还去订了一个蟑螂造型的蛋糕。就生日的那整个月，班上四处都充满了假蟑螂。其实他才是那个月的主角吧。但这个仇我有报了，我在他结婚迎娶的闯关活动处罚为他准备了苦瓜。他说不是说好喝苦瓜汁吗？哦，生苦瓜。他说，然后那个人说不是说好是要喝苦瓜汁吗？我说我只是忘了榨汁。真的很幼稚耶。这个是没有署名耶。
是一个用拉拉熊信纸写的。帽子好好看，人搜索你才是。你的题目又跑出来，我的题目，我的什么题目？哇，我有84个问答。这题跳过好了。有去看一课？有。こんにちは。怎么突然想玩滑板？画面上的题目，这个可以跳出来，我知道这可以。你们应该看得到我现在回答哪一题吧？怎么会？鱼说：“为什么突然？怎么突然想玩滑板？不过滑板真的帅。其实，因为我之前就很想要玩滑板，应该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吧。但是一直都没有真的去执行这件事情。然后前阵子又突然有了这个心情，然后就跟刘维成讲，然后跟刘维成就说好，那我们就真的执行。所以我就买了滑板，然后一起来玩。”哇，好多人哦，有点吓到我。等一下，我在看题目当中。显示的题目跟我讲的不一样。那你们现在看得到我的题目是什么吗？你们看得到吗？看到是一样，对，有人说刘伟成的滑板技术如何，他滑板技术比我好，然后我会问他，但是我们就是还是要一直练习才可以变更强。我讲了一句废话。好，什么时候开始拍底片的？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吧。其实我高中那时候就很，好像一开始只是玩那个傻瓜相机，就是家里面那个以前的傻瓜相机。然后，因为我高中的老师就是我，你们有人来毕展应该有看到，就是我那时候有个高中的老师有来，然后那个老师是我，就是我们还蛮好的，然后那时候就有教我很多关于摄影的东西，然后他还买了一台那个小的傻瓜相机有送我。然后后来因为那个老师是有用那个 FM2， 然后他那时候拍的照片也都很好看。然后我有一天去一间相馆，然后就找到了那台相机，然后就一直用到现在。但其实一直很想要买那个 Pentax 67，但是它实在太重了，所以我还在思考中。练习时有跌倒过吗？有，很痛。也还好啦，没有到很痛，还好。夏恩也是属于没有啊，我是按那个我是按那个下面题目的那个，就是有问答题目的那个，我要看一下。菲菲的问题我怎么跳过？夏恩、夏德选一个。夏恩夏德选一个，这题好难哦，两个都没有很想选，跳过。什么？我刚看到有人说什么？
熊猫熊猫流沙包好吃吗？嗯，一开始我以为会很不好吃，因为我没有做过那个任何糕饼或者是面包，但是后来吃下去发现，哇，真的蛮好吃的，表示说他们的东西就是准备的非常好，我们就只是负责把它组合起来而已，非常的感人。其实我已经不知道播什么歌了。我播这边的好了。好像每次播的歌差不多。不然播妈吉弟弟好了。B展的照片还有吗？其实还有，我只是都没有整理而已。然后我有把它，今天我把它放在我的后面，你们有看到它吗？它在这里。为何想做熊猫？因为他那时候要画眼睛啊，然后我画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想要画成就是那个像这种的眼睛，然后我就想要把它加粗一点，就哇，就很像那个，没错，是马吉弟弟。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？哇，这个好深度哦。感觉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。B 展的东西真的是有点难处理啊！我看一下，可以介绍今天的穿搭吗？可以，我今天又穿了铺住的衣服，就是。我的好友，他是一个插画家，然后我很喜欢他的画。我觉得我还是来念信好了，不然这样等一下直播结束我也都没有念到信。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什么特效之类的？这个是什么特效？不行。我很喜欢这个。好多、哦。这个是我的同学做的特效，我也很喜欢他的画。他叫 King 奖，是我的大学同学。还是我就这样读信，我用这样读信，你们会觉得太疯吗？好了，我要来拆信了。我拆一封信拆不了。很精致吗？你说这个特效很精致吗？熊猫，不是熊猫，没有人讲熊猫。帽子上的卡通是狼吗？是非礼猫？还是用这个啊？
不要，不要，那我要用哪一个？很精致吗？啊，还是用这个。好，就用这个好了。当情慕难雄。哈姆太郎也对啊。刚刚是哈姆太郎。哇！现在我怎么变拆一封信拆这么久？好笑。音乐背景音乐可以换吗？可以啊，这个太吵了是吗？那我换，可我真的不知道要放什么歌，放这个好了。好，什么什么鬼？眼睛怎么了？眼睛长针眼了。我已经宣告全世界这件事，但他已经快，应该已经快好了啦，我觉得。不知道小智会不会看到这？听你直播，在我现在生活中是件很放松的事。哇，谢谢。这个是正在被专题搞疯的渣写来的。他说：“给小智 ，Hello， 我是来自台中的废渣，他的名字。”取自己叫废渣，想分享一件我在打工时碰到有趣的事。我前份工作是在 DIY 烘焙教室当工读生。有一次，有个妈妈带着女儿来玩，小朋友嘛，多少都会闹一下。妈妈一开始来的时候就说，如果吵的话就不做，就要走了哦。过没多久，原本已经冷静下来的妹妹又开始闹。妈妈真的没再客气，直接拉着妹妹走了，剩下的材料就被放在桌上。原本以为可能过一阵子会回来，殊不知完全不见人影，顿时很佩服妈妈。但是没几天他们又来玩了，妹妹整个人超乖超可爱，这次有好好的把蛋糕带回去呢。其实当下很傻眼，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，不过觉得妈妈很棒，有好好的在教小孩。起码他教育完小朋友后，又给小朋友鼓奖励，而不是用凶的，是跟他讲道理的那种。括号虽然我好像没有表现出这部分，偷偷说一个，我觉得大学目前干过最扯的事，就是在课间有三个小时的空档时间，从台中市骑到海边，然后他说他是一个人骑的。在赶着时间回来市中心上课，因为当时心情很郁闷，因为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骑车四处晃，导致前阵子在找新打工时一直被叫去当 Uber Eats。上面是我目前想到最有趣的事情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有点无趣，但仔细回想，其实很多小事都会让我会心一笑。哇！好，我要来念这个库玛的信。库玛还在吗？什么神秘嘉宾？有啊，我看到，我刚刚看的时候有看到宋文人来了。他刚刚有讲话吗？好，Dear 小智 ，Hello 小智，我是库玛。今天想分享的是学生时期的故事。
不过没有很热血，我的学生时期还在进行中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书，读书，还是读书，或许有点无趣，不过还是努力回忆了一个有温馨的粉红小故事。我高中时读的是女校，但透过社团活动还是有认识一些外校的同学。今天要说的是男校里的男孩 A 和另一间女校的女孩 B， 我们三个人认识之后所发生的故事。好，所以现在故事的什么大家都不知道的，什么东西？重复的问题是 IG 的问题。哦，所以现在的故事主角有男孩 A 跟女孩 B， 还有哭嘛三个人。好。高一时在社团的耶诞节活动认识了男孩 A， 从那之后我们常常透过 LINE 聊天讲屁话，偶尔吐槽同学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会温柔的安慰我，为我加油打气。半年之后我喜欢上了男孩 A， 我将这个秘密放在心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但我猜男孩 A 可能还是有感受到。升高二的暑假也是透过社团的活动认识的女孩 B， 我和她十分投缘，有很多共同话题。一起出游时，我们并肩睡觉，回家也继续用 LINE 聊天。然而高二开学没多久后，女孩 B 的手机被爸妈没收了，分隔两校的我们也就断了联系。高二的寒假，我得知男孩 A 有了喜欢的人，我不知道他喜欢的人是谁，但从他逐渐疏远我的迹象，我知道那个人不是我。倒数一年的学测逐渐逼近，随着课业越来越大，课业压力越来越大，我们的社团生活也纷纷到了尾声。久而久之，我跟男孩 A 也断了联系。哇、wow ！我也用排山倒海般的读书进度来洗去我对他的记忆。我告诉自己不要难过，要专心读书，好好考试。三个人在三间学校里，各自为自己的努力，未来努力着。在我不知道的空间里，仿佛有我不知道的故事进行着，但我无从得知，也没有余力去打听。好不容易熬过了学测和指考，指考放榜那天，辗转得知男孩 A 和女孩 B 都考了指考。指考是每个人可以选择要不要考的，了解。而我们三个人录取了同一间大学中的不同科系。一年后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我在大二时从原本的科系转进了女孩 B 的科系，也重新和女孩 B 联络。我们像从前一样天南地北的聊天，而女孩 B 不经意的讲了一句话，突然解开了两年多来我解不开的谜。原来，当年男孩 A 喜欢上的就是女孩 B， 他们在高三时在一起一年，考完指考时分手。我说。其实我以前喜欢过男孩 A， 你知道这件事吗？女孩 B 说，原本我不知道，但和他在一起之后，他有跟我说。那你会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过而讨厌我吗？女孩 B 这样子问。我说不会，反而有点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我喜欢过的人，至少因为你而得到过幸福，虽然可能有点短暂，但至少曾经拥有过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所以替他开心。吓死我！好，我曾经拥有过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所以替他开心。女孩 B 说：“你真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。”另一个喜欢男孩 A 的女生，你真是宽宏大量的人。另一个喜欢男孩 A 的女生，可是对我敌意满满呢。聊到这里，我笑了，她也笑了。从那天之后，我和女孩 B 好像变得更加靠近。她现在是我最要好的朋友。我们一起上课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在校园巧遇男孩 A， 一起跟男孩 A 打招呼。每次看到男孩 A 看着我和女孩 B 走在一起而困惑的表情，我和女孩 B 总会会心一笑。当年没得到的爱情，在时间魔法的保护下换来珍贵的友情，我想这是这段三角关系里最好的结局吧。上大学之后，我和女孩 B 都未曾脱单，也因此常常陪伴在彼此身边。谢谢命运让我认识了女孩 B， 也让我的感情观有所成长。希望我和女孩 B 的友情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。大四的时候，我们要
我们要一起去拜月老。谢谢小智提供一个让我回忆高中时期的机会，哈哈哈。或许很少人会在这里写粉红泡泡，又或许我的故事很像 D 卡上的创作文，但这是我被教科书海淹没的三年之中少数印象深刻的故事，蛮特别的经验，在此分享给你听。谢谢你念出这封信，这是库玛写的信。女孩逼脱单了。欸，其实我刚念到一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赶快看一下最后面，因为我很怕最后面他突然留了一句说，不要公布我的名字哦，这样我就糗了。但库玛是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。女孩 B 脱单了吗？恭喜她。我来看一下，可以上你的节目宣传。我的节目吗？你说我的直播吗？你是此刻要？哎，香颖晚上好。我有一个唱歌很好听的朋友谢香颖在线上。看一下，还有，哎。彭千佑也在，嗨，我的眼睛就是肿起来的。Hello， 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拆了一封信，叫做七七的信，他说这是工作的趣事，然后这一张不要念，好，那我这张不要念。欸，其实我有点没办法好好阅读所有的留言。哇，这张这封信非常的长的感觉，嗯，好像也还好。哇，有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就是。百变怪姐姐，欸，不是七七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那个是另外一张，这是百变怪姐姐写的。然后，好，应该是这封先吧。对，接上一张。好，小智你好，我想分享的是工作中的趣事，因为我本身是医疗人员，每天会接触各种不同的病人和家属。常会遇到或是在同事那里听到各种猎奇的事或碰到怪人，比较轻微的像是病人大叔很热心的教医师炒股票，还说他有很多自制的讲义要送他，还有遇过病人送医师茶叶，结果打开里面是厚厚的一叠钞票，吓得赶紧退回去。还有病人阿嬷每次来都会送我小饼干，但我试吃过一个之后就再也不敢吃了，因为全部都轮起啊。我想阿嬷一定是很好心的，把她冷藏许久的饼干拿来送我。
还有同事遇到比较悬的事，像是有病人跟医师说他可以看到每个人身上气的颜色，从那个颜色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善还是恶，恶不是恶，是善还是恶。还有现场指出一位，而且被他说中了，非常神奇。说中什么啊？说中他气的颜色吗？但你们怎么证实的？而且被他说中，非常神奇。还有一次，有三个同事要去搭电梯，但因为他们还离得很远，就远远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女生走进电梯里，就在门关上之后，他们才按了上楼键，想要一起搭。结果门打开之后，里面没有人。是一个鬼故事吗？好可怕。结局是他们决定走楼梯上去，害我后来都不敢搭医院的电梯。哎，真的太多事了，说都说不完。医疗业虽然有医疗业的辛酸，但有时候从病人那里得到一点点的回馈，又很有成就感。病人来的时候没有牙齿，但假牙做好给他之后，病人突然变得很有自信。原本来都垂头丧气，随便穿，在假牙给他之后，回诊突然穿皮衣，点头猫出现。还有病人跟我说很谢谢我，因为他遇到我之后就再也不害怕看医生了。我很谢谢他告诉我，因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们努力的地方，病人还是会感受到的。谢谢小智愿意开直播跟大家聊天，不管是大家分享的故事，或是听你唱歌讲心里的想法，都非常疗愈，很有抚慰人心的作用。觉得你很像迪士尼《灰姑娘》故事里面的小仙女，小仙女吗？好，给人安定的力量，温柔善良，内心强大，是朋友遇到难过的事情时会想倾诉的对象哦。而且小智跟小仙女一样，唱歌很好听呢。BD。BBD 波 BD 不，这个是什么？BBD 波 BD 不是什么？你们有人知道这一段是什么吗？他后面有写小仙女的歌词，我不太懂这个。希望以后可以一直看到小智的直播。很多祝福在给你的生日礼物里已经说过了，这里我只想说，不管你以后往哪个方向发展，一定要保持初心。身为公众人物，一定有很多不便之处或是困扰的事，相信以你的智慧一定可以迎刃而解。愿你和你爱的人们都可以一直平安健康幸福，爱你们哦。然后爱心爱心，就是百变怪姐姐写的，谢谢你。然后医疗业也辛苦了，尤其是最近。哦哦，是咒语是吗？那是我刚刚那样子念的方法吗？我觉得我在乱念呢。我是不是按到什么东西？好，徐谋俊也在线上，为什么你们在线上都不说话呢？想跟你们讲讲话。真的蛮想去剪头发的，但好像还要再一阵子才能剪。今天不要唱歌了啦。对啊，我也觉得镜头里面看起来好粉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为什么看得到有谁在看直播啊？不是应该只有我才可以看得到吗？眼睛怎么肿？很明显对不对？我的眼睛就是长针眼了。刚看完电影，看什么电影？
对啊，伟恩刚刚说什么？我真的没看到哎。哎呦，这个怎么打不开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问他。对，我的头发长得非常的快。一人直播只有一小时，什么意思啊？一人直播只有一小时，什么意思？哦，真的吗？一小时到它就会停掉，是不是？我一定是不会留直播的哦。好，欧姆雷特，确定是这个名字吗？是不是记错了？这封信呢是B， 对不起，他是写 by 1996年5月出生的金牛，但是我刚刚只看到那个 B， 我就以为他的名字叫做 B。 Hello 小智，这次想跟你分享的是工作上的趣事。大学时期曾在美式餐厅打工，我高中也在美式餐厅打工，店里有种固定的饮料是综合果汁。有次有客人问我果汁是什么果汁，我就回答是综合果汁哦。客人又问我里面有哪些水果，我就回答有西瓜、葡萄。结果客人回我说那我要葡萄汁，顿时在心里翻了一个大白眼，但依旧带着专业的微笑向客人解释说综合果汁的意思。虽然在餐厅打工真的很累，常常遇到这写一个脏话，常常遇到比较不可理喻的客人，但偶尔还是会遇到暖心的客人啦，也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。真的很谢谢小智发起这个活动，让我久违的拿起笔（括号应该没有错字吧？没有错字，有的话我会马上看到）。虽然不知道你会不会读到信，但还是想提前祝你毕展顺利哦。这是毕展前写的信，我已经展完了，蛮顺利的。好，我念完了，一二三四封信，我觉得好像可以再来念一封，所以亲朋好友们，不说说话吗？这一代的信很新鲜呢，就是非常的近期的信。应该是吧，因为是我最新拿到的。可是他们都没有写内容是什么。怎么讲？对，今天没有错字，大家是不是有点失望？感觉你们很喜欢听到有人写错字。好，我念一个，这个字很工整的。你的信石沉大海了，有吗？信真的很多，看一下哦。这封信不好像不适合跟大家分享的，是写给我的信。我不是要跟大家分享的信，所以好，这封信它后面括号了有趣的事，是来自河北省秦皇岛市，我不能把地址念出来，好了，那我觉得不要念信好了，我来回那个下面的那个问题。现在已经数字跳到变81了。对啊，主厨之家大家有准备好要来看了吗？
我不要唱歌啦。时间要到了，真的哦，一个人只能。哎，可以大声一点吗？好，太小声了是吗？刘伟成在哦。嗯，刘伟成在啊，你要不要一起直播？嗯，你按那个啊，升那个直播的那个。听得到，很棒！你们看我的怪兽在后面，有，我现在按那个申请，喂，我没有穿衣服，那这样可以吗？还是你要先挂掉也是可以？还好，你再汇钱给我就好。OK， 再汇给你。你好，我跟你讲。点开双人直播之后，会进入另外一个尴尬的氛围，就是两个人不知道聊什么。刚开始大概前几分钟可能会就是不知道要说什么这样。我觉得是会先聊一下，然后会空个三十秒，然后就还是我们今天先这样子，我们就一直保持着那个尴尬的氛围。好，我们就一直你念你的，然后我看我的。好，还是你就做你别的事情这样。我会去洗澡，然后不见这样。刷牙放着。拍天花板，对，练板好像也可以练板哦，在客厅哦，有点吵，一直打打打，可是就是对也没有要让大家看的意思，这样对，就是只有声音，觉得这样 OK， 可是你要看我爸，好啊，还是他也没想到我会回来。你内裤挂在后面，你内裤挂在后面。对啊，没关系吗？故意的、啊，蕾丝的呢？对啊，没差，没差，我故意的。可以的。嗯，你刚刚讲什么？我说其实我今天只是想要上来念个信，但是我发现好像很久没在 Instagram 直播，有点紧张。不会讲话是不是。对啊，就是，不知道该。你可以用唱的、啊。不要吧。好吧。好，我们就让这个就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还好吧，没有很尴尬吧？不会、啊，还好。你最近还好吗？还行啊。就。很烦，家里很多蝴蝶。真的？有吗？我看。对，有很多蝴蝶。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有点麻烦。蛮多的啦。对吧？那不然我来按那个，我来问那个，我来按那个回答问题的，然后你一起回答。可以。可是我最近去做脸，我脸比较僵硬一点。哦，有医美就对了。对啊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觉得 OK 啊，就是让自己更喜欢自己一点是好事。我也觉得，我其实也认为。对，但你瞳孔的颜色是不是也有一点？我不是，我本来就有点蓝。一点，然后大家没有比较强。对，其实我不照光的还蛮特别的。对，我没有照光的时候，有一点渲染，对不对？眉毛吗？对，还 是自然的，是有微染，可是其实晚上会比较明显。哦，很像混血儿哎。对，其实有一点。好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是哦，那你要不要念你的信？我要，我没有，我信，我念很多信啊。念还是你想我念啊？不然我再念信，然后你一起听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学生时期。笑，对不起啊。那你觉得你挑学生时期的信，还是你觉得要念工作的趣事？
学生时期好了。好，啊、不然两封都念也可以啊。好啊，反正你应该也没那么早睡吧？没有。而且为什么你最近都不玩跑跑卡丁车啦？哦，我这样可以，我可以讲这游戏名称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因为你砸点，我就觉得，我就没那么想玩了。你就没氪金？我没有氪金哎、欸。你，我真的没氪金啊？怎么？哪有你有好不好？我没有。啊，你怎么创车队的？别人送我的。是哦，哦吼吼。这是什么？哦，一百，这个好香哦。它还有香水味这样。什么味道？不是啦，它是那个，它不是杏本身，它是。嗯他送你刚说味道是不是？它是那个，对啊，它是一个香氛包。我看过那个。嗯，好，我要来念喽。好。哇，你哇，你这衬衫很好看。我是啊，我想说去穿一件衣服。你有上妆对不对？偏有点白，脖子跟对颜色不一样。下次如果你就是这边可能也要上一点。哦。它这样会有一点。就是我懂，对，一点。我跟化妆师说，没有，没差很多啦，一点点，看不太出来吧？还好，还好，因为对啊，我自己从这边看，对啊，还好。因为我之前也曾经这样，所以我有大概知道这样。我懂你意思。对对对，应该是光线的关系、啊。好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选的这封信哦，哇，不得了哦。哦，小说。小说，你说我是小说，没有偏散文，偏散文。你先，你来念。好。哦，Dear 小智，好像他前面有先用铅笔写了一个引言，信都写完了，才发现一开始没有自我介绍。然后他是新华阿姨，但如果有幸被抽出来的话，不想要被公布名字，怎么办？哇，那我就不能这么尴尬。那哇，这样也尴尬。我念别号。好，哦，他是不希望定的内容被公布，还是人被公布？哎、欸，你叫小白先等一下啦，他这样。我习惯了。你习惯，你这样你 OK？ OK 啊。有人说北很像从棺材爬出来，真的不好听哎、欸，要注意一下。我从棺材爬出来。对，他说。这样真的不好听，我觉得有点生气。我看起来很脏，我先走了。好、啊，那你帮我往快打这边靠近一点。这边吗？对对对，帮我往快打那边。快打啦。OK。对啊。OK。要自我介绍吗？还好，我这颗浪的。浪的吗？还要全身。还全身的。那我脚坐细 OK 吗？对不对？你肢体大一点。OK OK。好。对，好。开机，三二一，完美。把他什么特效给玩了、啊？其实特效很好玩、欸、可以玩很久、欸、其实我不是本人在跟你聊天、欸。哦，你是 AI 的那种、嗯。我现在人在国外。有人说零早差。也不好听哎、欸，零早市吧？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的狗狗带零早市啊？哦，趁机哇，不得了！你刚那个很帅、欸，你刚那个很帅，鬼屋的那个好帅、啊。你说鬼屋这个吗？对啊，鬼屋那个传给我。好好，鬼屋那个传给我。等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玩？我记得还有个这个啊。哦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那个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台湾灵异事件哦。什么双胞胎？夏恩夏德有几个？两个嘛？你数数看我。最多可以几个人？最多可以几个人一起视讯？只能两个吗？没有，你数数看啊！现在找到超过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太多人，我这边也有很多人哎、欸。你哇，你那很多哎、欸！错、欸，恭喜你！
哎、欸，他干嘛啦、啊？我小孩回来，还是我小孩聪明？真的。哎、欸，你发型这样好看、欸，有点像八十光年。好，我觉得好看，或封底锁。嗯，有一些特效也是不美。梦、哦、耐克任务，速读啦，速读啊、哦，速读，会跟自己接吻了耶。你为什么在微翻白眼呢、啊？有吗？你这样，你这样有点像，你这样有点像张正好。好啦，那我念另外一封好了。我们念完这一封，我们就去玩板。OK， 等一下直接玩板。OK， 练一波。下一次要去哪里玩呢、啊欸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再聊好了，好像不太适合。都可以吧？不小心太放松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小刺猬的徽章，是这很适合你，希望你喜欢。哦，好可爱哦！你看，哎呦，小编都受不了。他是刺猬吗？对，是刺猬，蛮可爱的。他自己画的、哦。嗯，我不确定诶，他好像不是，因为他上面还没有写，觉得很适合你。之前有送哦，是同一家店的啦，蛮可爱的。对，哎、欸，我想起来，刚刚好像有问题还没回答到。什么问题吗？刘伟曾带哪一排的瞳孔放大片？我没有瞳孔哎、欸，是稳洁的吧？我印象中，没有，我没有瞳孔。好，好，对，我其实一直来都没有瞳孔。那误会了啦，你原谅他，你原谅他。我一直都没有，我一直都没有看到你啊。啊，奇怪。行业冠军。小智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伟成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我没有最喜，我都很喜欢的、欸，可是我很喜欢吃拉面。我也很爱吃拉面、欸、我非常之喜欢吃拉面。那你要推一间台北最爱的拉面店吗？口袋名单。我自己很爱吃鬼金棒。鬼金棒，我们上次吃的是鬼金棒吗？不是不是，我们上次吃另外一家。哦，鬼金棒是辣麻味噌拉面。哎、欸，还是你有跟我吃过鬼金棒？辣的、欸。我怎么好像有？还是另外一间呢、啊？鸟人吗？还是我们开一个那个拉面的频道？可以，我们就一直拍那种，一直去吃拉面。然后我们要剪很移花，然后就一个月积极一次拉面，然后第二个月我们就去洗身这样。哇，为什么？就拍，因为实在太浓。我觉得一个月这样吃应该不会扛吧，扛不住吧。能这样吃吗？一个礼拜一次，这样差不多吧。一个礼拜一次差不多，我觉得一个礼拜一次。而且有时候吃一次好渴哦，比较咸啦。可是拉面真的好吃。那你自己最喜欢什么？我好像比较喜欢吃，我面食类好像都蛮爱的，意大利面啊，然后哦，我很爱吃牛排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很爱吃牛排。最爱吗？就是好像真的蛮爱吃牛排。那你最喜欢吃的可以讲吗？什么？就那个，那不要讲好了，我怕不什么不合法。什么？我啊哈，没关系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小编也在日本拉面好鲜，可是我蛮喜欢吃，就我去日本的时候也很爱吃他们拉面，就是通常大家比如说比较咸，然后面比较硬嘛，我就觉得蛮赞。对，虽然好像拉面的汤应该没有人在喝的。哦，可是我自己其实偏爱吃面硬的拉面，很赞。你有感觉到我的敷衍吗？对不起。
不可以说一点不说一点，说一点不说，没有啊，他就想要他想要讲干话，不可以说一点不说一点，他就是不能叫你不能话讲一半的意思啊。哦，了解。那我下一题喜欢硬，对，我喜欢吃硬的面。业配，哎，偷打广告。有人说刘伟成要刮胡子了吗？我不太乖，管太多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换下一个。不会，小智会留职，不会啊。快问快答，快三秒钟那种。Can you speak a little?有什么？喜欢吃寿司吗？也蛮喜欢。你想吗 ？Do you want to visit Russia? Look like 也有机会，蛮想去的。当然想啊！世界各地都想去。真的。好，我们快问快答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们这样讲中文说想去，他有回答到。对，这样没有回答。突然想到，可是我在讲俄文呢。直播有问过了，不会，不同人，不同人，划掉，好，划掉。为什么突然不开？他刚刚有说，他说他想说开心，因为我开心，开信给大家看，然后他有点紧张。开心啊，我把 ID 念出来了。什么啦？有问问题的，我要把 ID 念出来。燕听 G， 伟成打过蛇环吗？我觉得这题很有创意，所以我把它。这题很深入哎、欸，很厉害哎、欸。有打过耳环而已，然后蛇环没有。我以前有打，我以前有耳洞、欸、我以前的耳洞打在这边。你不是還有肚脐环吗？对啊，可是你现在也愈合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谁会那么年？哎、欸，有吗？会有人在高中的时候打肚脐环吗？难说，应该是比较成人的时候才会想要打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吧。肚脐环蛮酷的，听起来好痛，什么意思？所以信有没有读完？没有。哇，这题好难哦！伟成有鼻孔吗？哎、欸，我没有想过哎、欸，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哎、欸，有吗？好像有。我很久没看，可是我印象有印象，好像有。应该有，应该有，应该有，应该有。这题应该有。这蛮酷，这我回去想想。对，我觉得，嗯。伟成有吧？我忘了，一定会有吗？我觉得应该有，应该有。我没这，我下次留着回答。这题有点难。下次你先想一下。这我要想想。这太难了啦！不过我觉得问题蛮好的。这蛮酷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我觉得 OK。谢谢燕听记，谢谢。伟成 ，Jasper， 这是陈浩明，零七一四，哇，你也快生日了，觉得自己帅吗？这很难回答，这也很难回答，就挑一些难回答的给你啊。哎、欸，你觉得呢？什么？你觉得自己帅吗？我自己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普通啦，讲真的。普通吗？好意思，因为你太帅啦、啊。不是，我知道，可是你不能跟你不要拿我做比较。太好看，因为你真的太好看了，所以还行，还是会觉得说，我这样是好的吗？这样。可是我觉得我是普通哎、欸，可
可是我比你好看一点，所以你应该偏丑。你真的好好看哦。没有没有，我是普通，你偏丑，应该是这样。真的。好，下一题。好，下一题。等一下，有一个粉丝留言说：“商业互吹。”Strange Unity， 我觉得这个留言好像没有很好的。嗯，商哦，商业互夸好多了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，比较嗯，商业互夸比较有气质，不要商业吵架。拿掉啦！伪成发型好像戴了。拿掉啦！哦，那年代紧了啦。不是，这是直的。哦，直的。对，我不能拔。让我发现是弄开的那种吗？对。哎、欸，你也有戴？没有，我之前看那个啊，宋维恩啊。喂，哦，对哦，每次上戏前他都有都有戴。对啊。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有些问题都还蛮有趣的。没事，都来看看。伟成有长过真眼吗？欸，你会觉得我帽子拿掉头发很乱吗？不会，还好。那我要拿掉。有压，刚好压得蛮整齐。伟成有长过真眼吗？其实有。国中吧，国中长过。哦，刚是我的父亲。默默经过。哦，叔叔刚好经过吗？嗨，叔叔刚刚经过，叔叔在煮宵夜。你觉得叔叔会记得我吗？应该没，应该没什么印象。好，哎、欸，你来我们家是全妆啊？你有角质会考虑植发吗？为什么？我需要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问？什么意思？有人说角质有考虑植发吗？我没有啊。怎么会这样问？我不知道，可能他们觉得发线很高吧。真的吗？嗯。哦，有长过真眼。下一题。好，我要挑那种很难回答的。好，刚刚那个真眼那个。哎，为什么最近《超跑情人梦》这么红啊？实际上我今天也在听。你说熊中他们拿来当那个毕业歌。哦，哦，又是因为熊中拿来当毕业歌，他们又拿出来玩一次，这样很久没听。以前我很喜欢听那个阿亮的那个《子曰》，子曰，子曰超赞。这是谁？我是二声伟，这不是问我吧？你是180还是179忘了？180。180。好，回答完了180。谢谢。对啊。这还要问吗？当然全套啊！没有啦，晚上一天啦。没有，离我远一点。超级不捧自己的场。对啊，不捧自己的，都喜欢那一天。你是最喜欢那一天。没错，没错。等一下哦。伟成有染过白色的头发，我相信三四十年后会染。我很欣赏这个问题。好，伟成有染过白头发，大家的问题都不好回答，欸，都要想一下，欸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有好回答，只是被我跳过了。有有，你都给我比较困难的问题。我给你比较有深度的，因为我觉得 okay. 你是很有内涵的人。有内涵的人，我觉得。对对对。来了，
数学。一道彩虹有七种颜色，两道彩七加七等于十，十四加十是二十八，两道的话是二十八乘以二，两道就十四啊。要平方根吗？要开平方根吗？我不会数学啊。应该是七种吧。对啊，哦，对，是七种哎，不是十四。哦，巨变了。哦。哎，那你头脑很聪明，我刚才想到这是十四啊，我在算了，好像不会被骗。好，再来。哇，男的来喽。男的吗？我大概721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我742哎、欸，多一点。你要直发？那你要直发？那我有时候会梳头发或什么的这样。哦，你也是整理的时候，你也是大概晚上八九点会算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也是、欸。是从六点开始算，真的算完之后差不多八点。八点多。然后我说边吃晚餐。可有时候数到忘记，就会重数这样。重数整个超累，超累啊！常常重数。我跟你讲，最常差不多在300多的时候，你就会恍神。看电视瞄一秒，新闻瞄一秒，就啊，就重算、啊，难免啊，难免啊。这倒还好，难免。这一题好回答，因为我平时是有在数。OK， 好。应该会吧。嗯，你有想过吗？嗯，喂 ，Yes， 大家会不会看到生气啊？他们自己问这种问题，怎么这样问？小智有戴过牙套吗？这我还真的不知道，有吗？戴写错了，真的、哦，是那个戴帽子的戴才对。没有，他可能是问你会不会戴在身上。哦，所以是我错，你错，对、啊，人家问什么问题是人家的事情，你不要去纠正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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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吗？我没有戴过牙套。对啊。那你有戴过牙套吗？我也没有戴过牙套。哦，没有，两个都没有，我戴跟戴都没有，都没有，拢无拢无。等一下哦，蛮好玩的呢。这蛮好玩，我觉得以后都用大家问问题。李晨跟威尔是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都是？威尔法洛吗？还是威尔史密斯？应该是威尔史密斯，应该是粉丝跟演员的关系。原来我想很久他替我问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其实长得蛮像。今天大解谜。对对对，今天大解。大公开。我大一些。他大一些。你很开心耶。谁？你呀、啊。有吗？对啊。你也是啊。我还在看题目啊。好啦啦，来一个简单的。五加三加二一五七一零二九加二加十零八加六加三。十四啊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是啊，是啊，不然计算机按一下就有了。嗯，要问数学问难一点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我剩5%，大家的题目。
来两题，你觉得不错？伟成没有人可以活吗？可以。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没有很仰赖那个冷气。对。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在路边或货车上都可以睡觉的，有时候冲突什么的就直接睡货车上，睡路边，所以这倒是真的可以，而且顺便就。但我还是需要电风扇诶、欸。电风扇有循环扇蛮好的，有循环扇真的蛮好，空气有流动就不至于会热死，不要闷住就好。对，不要闷住就好，可以。伟成看起来比小智大，但是我大一些哦。大一两岁，好像其实我有点忘记，一岁吧，是吗？一岁了，差不多。我96，九六，我98的。哦，哇，有到两岁哦，差不多。有人说小智今天有化妆吗？有一点点而已。现在也是有上妆的，可是一点点啊，因为我这边长一个痘痘，所以我把它盖掉。是真的，但是有贴那个。嗯，前面的四颗是真的啊。哦，对，我记得嘛，因为有一次我们出去吃，你整个牛肉从掉出来，记得吗？可是这边是真的啊。哦，就是可以拆的那种，后面都可以拆嘛？整个可以拆啊。我想，因为很久没看你拆。对啊，但后来又长出来了啦。有长，那就好啦。现在都是真的了。OK， 我开心的时候还在涨，剩三趴，大概再一题。好，你剩三趴、哦，我剩三趴、啊。天哪，有很酷的题目吗？有一些有点脏的，我就跳过，那个我就不按。什么的？你说什么的？有点脏的，有点脏哦。大家怎么这么有趣？大家是不是觉得过了12点之后就开始问一些有的没的？大解放。我刚看到有人说我可以揍你们吗？你可以什么？有人说我可以揍你们吗？可以啊。不行，这个我这一题我答不行。哦，你答不行哦。对。可以啦，怎么会不行？你们两个会好起来的契机是？会好起来。其实我刚看到这题目，我就想了一下，我真的想不出来。他意思是，可能前阵子有卧病在床，然后突然有好起来的意思吗？会好起来哦。我觉得休息跟睡眠是很重要的，身体会好起来。我觉得多喝水耶。哦，水也是，你现在就在喝吗？我觉得比较重要。我也觉得。好，认真讲，我们两个会好起来的契机是。我真心也有点忘记耶，不知道耶，真的就是后有时候讲一些接话有的没的时候，对方会 catch 到，是我们一直笑场的那天吗？有可能，应该是，因为我们俩一开始的戏很，就是会面对到对方的戏非常少，然后。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对方就会一直很想笑，真的，那一场笑到不行哎、欸，很紧张，可是笑到不行，而且好险，我们那时候一直在笑的时候是还没有真的在录，是还在试的，还在走戏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自己在那边练习的时候，
那时候超紧张，觉得完蛋了，怎样真的完蛋了？而且那狂掐自己耶，就一直捏自己的腿。后来也是真的是晕过去，真的是晕过去。应该好起来是这样吧，其他就是睡觉跟喝水。什么？好，2%，1%了，然后不见了。好，那你先退去吧，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。OK， 哦，这题我知道，包红包。对，哦，还你这破梗了。哎，好，他走了，他手机真的没电了。怎么考上台艺大的？是我，我是用甄试上的，是独招考上的。我没有考学测跟统测，也没有考指考。对，北北已经，他刘伟成已经没电啦，所以他已经下线了。嗯，就是我是用作品集考上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考台艺的话，这也是一个选择。没有包红包，那是开玩笑的。至少我没有啦。可是韦恩不在线啊，他不在里面。好啦，我要去休息了。大家拜拜。